友，他在第一场对小小白的那样的表现呢、啊，持续打进今天的冠军战。场边听到的这个加油声蛮多的，也是帮我们的地主选手来加油。想要强攻，但自己形成了失误。Service over. One love. 稍微敲到了开框，球就过网。军事历史这个起跳是刚好有把球点掌握在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也可以看到它的落点是比较犀利的。那一样的是在后场切球的部分，可以看到它的起跳都把它的球点是在抓得更高一些，所以让邱品在这边在出脚上是没有办法及时的到位。真理转到出界 4-1 在调动上确实让邱品正这边是没有办法掌握回球的位置。5-1，军事粒子战胜领先。好球，这个杀球的位置稍微比较近身一点，所以也让军事粒子这边是没有办法去做调整。好几球都是邱炳添分数送给俊斯哦，是直接出界。对，球一样可以看到俊斯一直在后场的起跳会稍微有一个停顿，所以这也会让邱炳添在启动上是很难掌握第一个时间。成功的杀了一记斜线，7-2。真的，其实，在后场左右两脚的，不管是切球或是切杀的这个部分，军师弟子的动作都会让邱炳添这边是很难去做反应。比分来到了8-2。到了开框，比较可惜，前一颗是敲到了拍框，所以也让回球的位置是不够理想。9-2。真的后场两脚的切球跟切杀也让邱炳添这边在出手上是造成了一些压力。再度是一个回球出界。Service over. 3-10。邱炳添拿下了第三分。
角度的变化，就是弱点是没有办法控制。好球！容易的扣杀啊！然后军事命球是没有办法能够回击。是杀在比较近身的位置，可以看到他的落点是比较靠近肩膀这边的，所以其实让军事命球这边没有办法去做回击。是，不历史。Service over. Identify interval.比分形成了11-5。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德莱素。25。爵士利兹目前在第一局的比分形成了12-5。在巨士弟弟这边还是比较主动的那一方，所以要看看邱炳添这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转回主动。再是一个杀球得手，对，尤其是在他比较好去控制的那个平高球的这个位置，其实巨士弟弟的出手都非常的漂亮。是来不及了，因为他的其实在后场两个角度上不够开，所以也会让俊士力子这边在处理球都非常的犀利。他今天在两边的这个对角的处理球都处理的非常理想，是。但邱炳添比较可惜，今天好几球都是把球呢打出界外，是。因为其实后场太漂亮的这些球路也是造成他出手上的压力。角度的调动，哦，这是个好球啊！是，而且杀球的位置是稍微比较长一些哦，所以让巨斯利子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去做回击。7-15。就是一个重复角度的调动，可以看到他其实很明显的知道邱炳添在做后场的回击的时候是会稍微的比较犹豫一些，尤其是正手拍的这个部分。再见。Service over 8-16。一个对角线的杀球，而且可以看到他的拍面其实是做一个比较立式用切下去的方式，所以把球削得比较薄，落点就会比较犀利。17-8。17-9。好球，这个漂亮的一球。
球的部分。是后杀的角度非常犀利，还带一点滑拍。10-17。很可惜，嗯，先生判断是出界。对，刚刚有一个犀利的杀球啊，但很可惜这一分是送给了对方。11-18。球在四角的拉吊上先出来，也让俊姿粒子这边是没有办法出手比较顺。12-18。杀完切完就会直接跟到前场去做一个压拍的处理。19-12。朱炳添也是非常拼命的去救这个球。20-12。20-12。这次例子有8个局点。好，最终上这次例子一局就是20-12的战，12-21落败。现在比赛来到第二局，球迷怎么看在第一局啊，邱炳宪的整个被压制，那第二局他应该做怎么样的调整？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几颗在多拍过后，邱炳宪这边是还蛮有机会的。这其实最主要我们要先把四角拉掉给他打出来，位置上的调动要明显一点，然后俊姿粒子这边在跑动上是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时候，就会让他的攻击也是没有办法这么的顺利。Service over, one, all. 哇，两边各送一分。Service over, two, one. 俊姿粒子在世青赛拿下冠军啊，也是第三位日本选手拿下这样的成绩的人。
们第一局常有这样得分的球啊，结果这一球形成了出界。这一个非常好的开局啊，现在取得5-1领先。Service over, 2-5。两个人换了场地，感觉是在适应一下风向。确实换边攻势的改变也让这次练习边是出现比较多的失误。这边抢的位置其实是蛮好的，比较可惜一些。好，谢谢。所以真的在换边之后，俊士弟子对于这边的整个感觉还没有抓到位。是，而且因为大场地的风向都会比较难去做一个掌握。是。等到了对手。前场的变拍突然是用反拍去做一个回击。可以看一下这个衔接的前场是用反拍去做一个变拍的处理。7-4，还领先。5-7，爵士弟子再追1分。这个杀球杀的是蛮有威力啊，但形成了出界。那其实，在俊士弟子这边呢，他的速度可以看到，他逐渐有比较提升起来了。现在追平了，从3-7落后，现在俊士弟子现在把人给追平，然后是压在线上。一些，就是意思赶快先 say sorry 啊，是，这也没办法。一波5-0的攻势，哦，好球，刚好是inside。这次例子的前场这个小球非常的旋转，而且邱炳坚这边也有注意到。是。
第二局手上的失误都是稍微比较偏多一些。邱炳宪再度是领先一分。可惜了这球出界。你可以看到邱炳宪他在打后场的这些角度是很好的，是想要去压制俊斯利子整个出球的犀利度，但都比较可惜一点。试图来变线，但很可惜没有能够成功。11-9，非常好，一度是5-1领先，不过现在暂时是9-11落后。真的在第二局两个人的失误偏多的情形之下，可以看到在比较多拍的处理之后，俊斯利其实给的发挥还是比较稳定一点。是。可惜想要把球再挡得更短一点。好球，可以看到下手并且的处理，而且是比较幸运的，是贴着网袋。哇，真的过往即坠哦，让邱炳宪真的也很难做一个很好的回击。是。哇，最后是形成了出界。好险，这一颗没有挥到。对，真的是有点运气啊，结果站在邱炳宪这边。因为其实在邱炳宪这边，如果可以让后场两脚是可以压制住俊斯利子，其实可以看他的攻击球的威力是下降许多。其实真的蛮精彩的，很可惜最后还是让俊斯利子杀了一个斜线。是，而且看到邱炳宪这边其实有在重复的压制俊斯利子这边绕头的后场，只是这一颗太难救了，所以角度也回得不够深远。哇，这个没办法了。14-12。线的调动，好球，这次成功了。是透过前场勾对角的处理，先一些前场的推球。手指的发育很好，对，两边吊得非常的精彩。落后一分。
捏好。是，而且邱炳添这几颗的后场确实都比较到位。邱炳添重新是要回领先。哦，这几球如果在第一局，其实基本上俊士粒子都可以得分哦。是。邱炳添这边在发球的速度上也加快了一点。嗯。现在领先了四分，我是用一种比较平快的发球方式去抢过俊士粒子的进攻，也让他出现了失误。有机会把局数给追平了。决胜的第三局 ，Service over。你看，在第二局的时候，邱炳添这边在比较后半段的部分是有把自己的整个失误率是降低了许多，是，而且在发球的节奏上呢也有变化。2-1。俊士粒子在第三局是连拿两分。对角线，好球！透过对角线的处理，让俊士粒子那边是没有办法及时回到中间去做防守。身来做攻击啊！对，而且发球的节奏其实被俊士粒子这边掌握了。球是到了边线的位置，非常精彩的一个杀球。可惜是冲了界外，策略是非常好，但是可惜出界。而且他让俊士粒子转身的幅度还蛮大的。
确实这一拍的回击是没有到比较后场的位置哦，也让追色粒子这边的切球非常的犀利。比分现在到5-2。出现了，所以让邱炳健这边是不好启动。那其实，在打后场比较犀利的这种选手的时候，你在做一些高远球的设定就很重要，尤其是角度不能够是太平，或者是让卷丝粒子这边可以一步就碰到这个球的位置会比较好一些。我们已经3-6落后。好球！投控路线，结果这次让邱炳宪给逮到了。是，而且邱炳宪其实没有回位，他是有点是站在原地去等待这个球。领先2分。好，我这球出界了。这一颗回球的路线刚好是在中间哦，所以让巨森子这边在压球上的角度是比较大一点。嗯，而且的节奏一样是比较快的处理，所以让巨森子这边是没有办法反应。邱炳宪现在连追4分哦，再度形成了平手。6-6。哎呦！哇！哎呀，可惜了，想要把试图把角度拉大，但是形成了出界。有的时候球就是这样，其实如果你越边线，你平常在训练的时候打边线是很容易，突然来一个中间球，你比较不好去做角度上的拿捏。是动作的处理，其实有动到俊斯粒子的，但比较可惜是出了界外。这次粒子这边是很好掌握杀球的力道，比较可惜啊，刚刚追成6-6啊，现在是落后3分。就是比较界外一点，有机会出界哦。是。哇，这应该是一个出界球啊！但邱炳宪第一时间也是赶快想要做个回击，是来不及收手。嗯、哇，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界外。好，我们休息一下。
没想到又被军师粒子拉出了一波5-0的攻势哦。我来看看邱炳添是不是可以及时的稳住阵脚，因为其实几次的出手都是比较可惜自己手上的失误。对，好，那至少先追一分回来。试图想要放个短球，但并没有能够顺利过网。7-12。好，这球出界。有些稍微是稳住自己的阵脚，分数还是会追回来的。再是一个出界哦。其实从他们来回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两拍就可以定胜负，所以两个人的实力其实是相当的。那这个就非常考验两个人的飞手过境实力。对，没错。质量就非常的重，所以让邱炳添这边是来不及转身。再杀的输力。13-9。可惜又想要重复去调动巨丝粒子，帮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想要放个刁钻啊，但形成了失误。这球巨丝粒子第一时间想抢攻啊，但有的时候这个操之过急也发生了挂网。因为其实比较年轻的选手，就是比较容易会在赛场上出现比较多的非受迫性失误。对，就从第二局、第三局啊，这两个失误真的是有点点过多了一些。比较可惜，放到这一颗是界内。放掉，但就是在界内落地。邱炳添这两颗都是重复的，去压制巨丝粒子的肉头后场。邱炳添还落后4分。再是一个杀球出界，而且邱炳添这边也是蛮清楚自己是要去压制巨丝粒子绕头的后场，所以角度也打得比较深远一些。是。
记者的判定是在线上。而且其实可以看到，在邱炳正这边，他其实是蛮专注的，一直要压制军事粒子的绕头后场。13-15。一出手就知道差很多了。是。基本上巨石粒子是拿的比较容易了一些。谨慎一些，所以也跟巨石粒子的预测位置不同。还落后两分。守卫，哇，谢谢的很好啊，这个太可惜了。我不是地主吗？怎么会啊？真的，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的战术很明显，就是去压制绕头的位置，也是让他确实有抓到了巨石粒子的小球。啊，但是真的这边太幸运了，抓到了网杆上缘。那当然，因为选手在整个拉拍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邱炳健这边是选择去锁定巨石粒子的绕头，也就是想要预测他的下一拍。来，举了18分了。啊，确实，要求是比较深远一些，除了界外。追回一分，还有机会。在这个关键时刻，这样的送分就比较不太恰当了，变成了对方呢有5个赛末点。哇，结果这一分居然就这样的让巨石粒子给拿下，最终在第3局，邱炳健非常可惜。